据我们所知道，老师告诉我们，他好像在小三小四的时候已经坏到他们的导师就为了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管教，那就辞职不干了。因为可能是从小家庭的关系，所以就觉得好像没有人在关心我，就想要别人来关心我。做皮啊，皮到我根本要动不掉。在陪读班与老师的鼓励下，这两个孩子开始有了改变。每一次段考都在登记成绩还有名次，然后从二十几一直十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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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最后一次就跳到第二名。哇，那种感觉真的超赞。他毕业的时候等他是全校票选最高票的模范生，也代表学校到县政府接受表扬。现在他们已经16岁了，回头看到这些陪读班的学弟学妹们，就像看到当年的自己。就纯粹想回来照顾他们，不会在那种不受重视卑劣的环境下成长。陪读班就像我们的避难所，让我们有依靠。